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eo。今天呢，没有要做玩具的开箱，也没有要做玩具的分享。那今天的重点就在这只哥吉拉，有没有猜到我要去做什么事情？没错，我就是要进去当兵了。对啊，因为我是82年之前的，所以我是要当一年兵。那也因为政府政策的关系啦，所以我是军训完之后就是替代役这样子啦。对，那可能比较累的话都是在新训的时候啦，等到时候下单位比较能够掌握自己的时间之后呢，还是会继续跟大家来做不一样的开箱影片，或者是怀旧玩具的分享。对，那这次其实也是还蛮临时的啦，因为我等于说这个礼拜一才拿到兵单，然后下个礼拜一，也就是8月6号就要进去了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就这个礼拜也算是蛮临时的去做一些改变啦。那也希望能够下一个好一点的单位。对啦，之后比较稳定之后呢，大概一个礼拜可以出个一支影片啦。对，至少可以出个一支影片。那有更多的时间的话，我们再来看看能不能拍摄多一点的影片这样子。对，那大概就是这样。之后有机会的话，还是会继续跟大家在做玩具的开箱以及怀旧玩具的分享。我是 Leo， 那我们很久之后再见哦。拜拜。